比如说我们去喜欢吃这个 pancake， 对不对？嗯、pancake 每一层里面它有时候还会抹一些，比如巧克力酱啊、花生酱，然后再一大坨的奶油在上面，然后这就没有，还没结束哦。这么培根在放上面，这个可以取代那个蛋饼有没有？蛋饼都是通常外面蛋饼油脂都比较高。哇！然后让它跟你的菠菜、跟你的鲑鱼混在一起。我太太说，我把这个早餐公开之后，人家都知道我属什么的，属猪的。周休二日，Go 心配，晚间九点跟郑凯云一起健康再升级。